了三箱枪而已，你念给我听听。M16十八支，航空驱齿十支，雷明顿6支，卡宾枪5支，来福枪3支，子弹3000发，原子弹。怎么会有原子弹呢，胡四儿？你看看清楚。原子笔、通讯器1个，木箱3个，哦，是很惨重啊。胡四儿，这批枪是我用名誉地位来担保的，我一定会找回来，再给我们飞虎队一次机会吧。不见了这批枪，你的名誉地位啊，全都没了。你现在拿什么来担保？我对你们飞虎队啊，简直太失望了。一遇为难时，我就想起了警察中的王牌，麦顿悟。啊，什么？我的黄面婆呀，早让我压在下面了。那还有脸说？你糟蹋了他的一生，简直是辣手摧花。我给你面子，就是因为你扶贫欺贵。这张传奇表就是从卧底的尸体上发现的，我相信他昨天晚上上船交易。我现在命令你重组霸王花，上船调查真相，你当教官啊。霸王花，哎，老婆回来了。又忘了带绳子啊？是，我来帮你拿。嗯。哇，怎么这么重啊？超级市场大减价，可乐才卖2.4元，好便宜。可乐也不可能这么重啊。顺便买两个哑铃给你健身啊。神经病，有楼梯不走。不用收了，玛丽要去洗衣店拿衣服，马上就回来。哦。等我一会儿啊。啊。这个女人再霸道，还不是得在男人下边。不行，老婆，救命啊！回来了，玛丽亚，拿罐汽水给我。我也要。是，先生。哇，一个佣人干什么训练成这样呢？不然的话，哪有资格进霸王花之家？太太，汽水，嘿，用点力行不行？碰见闯空门的那怎么办？对不起，太太。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说了要你就得要。哎，不要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哎，为什么我不能在一个平凡的家庭生活呢？哎，莲子，我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把猪朋狗友往家里带。老婆，这可不是猪朋狗友，他是跟了我十几年的阿南，马上跟我进训练营了。警方昨晚不见了一批枪，胡子特地求我帮他训练。上司的指示是不可以随便告诉别人的。怎么了？你又不是什么外人嘛。我现在是家庭主妇，跟普通人没什么分别。要训练什么？训练不能说。那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什么都没说啊。你在外面推啊？正在推呢，是不是还把锁没开啊？不是啊，我们上了一把气压锁，用力推。才办了点小事，力气就用光了。哎呀，你使劲推嘛。哎，你走开。麦登屋子，以后不要叫我麦登，也不要称呼我麦登屋。既然嫁了个简婶，当然姓简，叫我简太太。简太太，哇，简太太家教真严呐，佩服佩服。要是没两下子，怎么做你上司啊？过来坐。哦，坐。哦。
请喝茶。谢谢简太太。老郭啊，到房里去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好。哇。哎，老郭 啊，把舌头伸出来。口水闻一闻，从此替我把你跟。弄只破鸟干什么？他跟定你了，监视你的一举一动。啊，建三，嗯，可以走了吧？可以走了。老婆，嗯，我先和阿南入营了，你千万不要想念我。嗯，我有事会打电话给你的。嗯，老公啊，嗯，记住了，我好不放心啊。放心吧，我身经百战，没事的。嗯，其实我真舍不得离开你，不过有任务在身，没办法了。嗯，坚强点，不要哭，不要吻别。俗话说，小别胜新婚嘛。老婆，我爱你。老公，我要带给你一点小小的怀念。哇哦！这样可以怀念多久？一生一世。啊、哦。走，快走吧，没得看了。还有三分钟就开车了啊！再等一会儿吧，他马上就到了。快来了！嗨，嗨！喂，那辆车子好漂亮，他男朋友也挺帅的啊、哦。还有点事情，马上好啊。Peter 啊，好人做到底，在分手之前，你亲我一下，让我在姐妹面前有点面子嘛。你连分手都比人家麻烦，送你来很给你面子了。不亲嘴可以亲脸呐、啊，人家下不了台嘛。不行，没得商量。哎，干什么的？哎，亲手行了吧？我给你500块钱呢、啊。算了吧你，我不想再跟你有肌肤之亲。想当初要不是喝醉了，做了错事、啊，操你大好鬼呀、啊！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我操，没良心！别急嘛，这死马当活的。你不要再打了，再打我还手了。还了，还手啊！我会缠你一辈子。啊，还呢？好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你打吧。打就打，哎呦，看你啊！走，你快。我打不还不打？我打你，让你学精点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去死吧！女人有几分姿色可真麻烦呐、啊，男人就像臭皮膏药似的乱贴，甩掉他而已，才要老姐打的手都酸了，送个金表就想让我回心转意呀、啊，老娘才不是、哎！金表啊，太可惜了，哎，别捡了，快上车吧！啊，蒙一看还真像老李氏，原来是冒牌的，假货他也敢送给你啊？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假的，你们白痴看不出来而已。我真服了你了，让那小子甩了还能生存下去，换了我呀一头撞死算了。你说什么、还凶巴巴的，时间到了开车。哎，还有一个人呢，邓天亮啊，我们当公务员的是按章工作，准时收工。停车！有人想追上来了，停车！你说停就停啊！他有本事的话就追上来，不然呢，自己解决。喂，停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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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上来，快上！你以为你跑得快呀？是我开得慢，你才上得来呢。哎，你还说风凉话？算了。哎，我是倒了八辈子霉了。想当年我就是开运机车，现在当了公务员了，还是开运机车。你说什么？嗯。骑着马，骑着马。哎，你会不会开车啊？政府规定了不准这么开车了吗？妄想他，妄想他。为了大家的安全，苏珊娜，我给你换个位子。哦。飞机场到了，关窗子，开冷气。臭啊，真受不了啊，什么味儿啊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刚才不小心踩到了鸡大便。不是鸡大便，我开惯了运机车的，我不知道吗？
好像是这种味儿啊，不过比这个味儿还要臭。怎么搞的，先帝？两次手术，你的狐臭还没退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有狐臭啊！开窗，开窗。先帝，你冷静点，冷静点。我已经收敛不少了。收敛归收敛啊，狐臭谁也受不了啊！哎呦我的姑奶奶，当你的老公那是活该倒霉啊，我只是个开车的，你不能这么虐待人呐！啊，风向我吹过来了，关车关车。我有狐臭，把你踢下。我只管张嘴，你的嘴切掉。不要，我被人甩惯了，闭嘴。你要是长得帅点，也不至于挨揍了。哎呀我！才出现呢，你看看这帮臭三八，先要我的命啊！是啊是啊，我就爱迟到，上车迟到，劝架又迟到，打人呢我也爱迟到啊！看你下次还等不等我？开吧！哎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是啊，冷静点嘛。少废话，开车。哦哦。哎呀，又让我训练霸王花。干脆当自己是驯兽师算了。哎，好啊，让他们像老虎、狮子那样整天光着身子。嗯，来，给我拿来。哎，哎呦，先给他们来个下马威。哦，喂，听说麦登屋不再当我们的教官了，那谁来当啊？不管谁来当，我们都要秉承霸王花的精神，给他留一个好印象。嗯，哎，来来 ，Attention！ 来头不小，大显精神。嗯。哎呀！铁腿人，姐夫。什么？我们管麦登屋叫姐姐，不叫你姐夫，叫什么啊？是啊。挺身。你怎么认真的？挺身，乖，排好队。千里寻亲的叫我姐夫，叫姐夫也没用，我也不会睁眼闭眼的。你们给我听着啊，在这里就要守这里的规矩，要绝对听我的。嗯，谁不听的话，就是违反营规，一定要重罚。我的得力助手也不例外。嗯嗯，哎呀，干嘛打我啊？我知道你要多嘴，所以先阻止你。杰森，我们叫你姐夫是给麦当屋面子吗？不准再提这个人，他的一生注定是错误的、失败的，他唯一的成功就是嫁给了我。现在我把他像小狗一样关在家里，不再出来咬人。要给面子给我好了。杰森，麦当屋让我们霸王花扬威警戒，我们身为霸王花一份子都有一份光荣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跟一个欧巴桑就光荣来光荣去的，那我跟着杰森更不枉此生了哈。哎呦，又哪里错了？打你拍马屁，你们也算是霸王花吗？我看你们全没资格当霸王花。你呢就知道制造花边新闻，不管到了哪里都有男同事为你大打出手，这叫霸王花吗？这叫交际花。你呢杰森？我没有长处也没有短处，霸王花解散，我伤心的每晚失眠。霸王花重组，我又开心的每晚失眠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多东西是不能解释的。好像杰森当我们教官，娶了个好老婆，无论你和麦登屋谁叫我们都好，我都会努力去学，不会就问，会练要更虚心。啊，好，恭喜你毕业了。还没训练这么快就毕业了？你有没完，叽里喳啦简直是喇叭话。你呢有暴力倾向，整天打上司，你是葱爆腰花。你呢害羞、内向、自卑。还有严重的神经质，被人指出缺点的时候就会歇斯底里，就是说像疯狗一样。什么这么臭啊？是流水落花。你呀、啊、缺点多的数不清楚。从来没有一位警官欣赏我，把我的优点当缺点，我惯了。好啊，啊，我们先看看你资料啊。无心工作，自作多情，经常失恋。
小白脸没良心吗？我决定以后交男朋友越丑越好，比你还丑。我看你这种人呐，应该叫做……没问题，叫什么花都行。败柳残花。败柳残花也总算是花呀。你们呐，我教你们这些人呢，简直等于……林老入花丛。哎呦，哎呀，你们简直是低能弱智，天残地缺，没有资格受训。马上走。太不公平了。我给你机会，你却不给他们机会。他们的个性是不太像警察，可这才最适合做卧底嘛。他们有霸王花的身手，只是做卧底的技巧差了一点而已。霸王花的身手就是没有身手，空口无凭。我也能说你们飞虎队的人没有身手呢。好啊，我也想公平一点，我们挑一个出来，如果够格我就教，不过一定要比飞虎队强。一言为定。尖子，我来。准备好没啊？哎，不但有好身手，还很有智慧呢。不行，这样不公平，我要亲自出马。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挑人都挑走了呀，该打。我认为很值得呀。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啊？嗯。我来了啊。再来啊！起来啊！起来！你以为这样就行了？有了你受了！这样怎么能说是霸王花的身手呢？干脆找个男人嫁了，待在家里生孩子算了。怎么办？快行了吧！我看我们两个人一起上吧。一个个的全是饭桶。过来，再打！呀！这算什么保护啊？走吧。哦，不走，不走。怎么？坐在地下耍赖啊？起来。哎呀，好臭啊！什么味道这么臭啊？狐臭！哎呀，对了，是狐臭，是狐臭，难闻死了，臭气熏天呐！哎呀妈呀，我简直受不了了！有狐臭，你说话嘛，不要做剧烈运动了嘛。简 Sir， 有狐臭不算犯罪吧？有狐臭是没犯罪，可我闻到受罪了。我不明白，有狐臭的人等于每天加着两个马桶吗？不可理喻。不长眼，多打几下。哎呀哎呀！哎呀，好臭啊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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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及格了，及格了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！阿南南，快救命啊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，尖刺儿，我看你才挑人没长眼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咬死我了！哎呀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哎呀，尖丝儿，你被打成这样还有心情看戏，真是胸襟广阔，我真是很崇拜你哦。我没你那么伟大，我现在是在出点子想办法赶走他们，替我们飞虎队挽回声誉。日本人怎样修理中国人，这里有介绍。黑太阳731啊，要死啊！你用日本鬼子的方法来残害自己的同胞，你冷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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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蛋！那我不是虐待你们，你们既然号称霸王花，这点雕虫小技对你们来说是小意思，相信你们一定会办得到的啊。你盯着他们，我去毒死那只鸟。Yes sir。 可不要硬来啊，会伤身体的。对，再继续用点力。怎么我不行呢？你有腰吗？要用腰力的。水里有东西啊！可恶，胳膊好了都。啊，你们。
们放心，这个训练绝不是要你们的命，只是让你们残废而已。你们呢，本来就是残而不废的。我限你们5秒钟之内冲下去，大家记住，不成功则成仁。给我准备。啊，这个鞋怎么冲啊？是啊。冲！怎么？啊！快一点！助教，哎，大家自己人，不要叫什么助教，叫阿南就行了。南哥送给我的。是啊，哎呀，你穿得那么漂亮，到哪里去啊？哦，这个训练我们受不了，他们派我来色诱捡色儿，套取情报。就为了这个呀？哎呀，你问我好啦，凡是折腾你们的绝招啊，都是我想出来的。哦，你连我也整啊？你以为我想吗？不过我要一视同仁哦。那明天训练什么？我的嘴巴很紧，我是不会说的，除非你色诱我了。你想怎么样？你对剪彩那么好，你要对我更好了。说嘛，明天训练什么？我得仔细想一想。又是你。明天我们训练什么？哦，像捉奸在床啊，反正我过足了瘾了，我就是不说，咬我啊！哎啊，你刚抱完枕头，让你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昨天晚上我的助教送了一支玫瑰花给你们其中一位，到底送给谁的我不知道。我说你怎么知道啊？我自然有办法。啊，如果你们能忍得住不说出来呢，那就是说你们完全够资格当卧底。OK。相反，你们要是忍不住说出来的话，那么我就……你呀，注定失败了。开始。Yes, sir。喂，预备啊！谁接受了花？快点说。等下点压。Yes, sir。 喂，大点，反应再大点，大是不是你接的花？好啊你。接花的是不是你？瓶子不就是我的机长？够胆量。是我呀。
下就全都招了。我现在知道了，真正的卧底是你。哎呀，杰三儿，我知道错了，不要罚我。哼，我不会罚你的，不过我要扣你两个月薪水，让你喝西北风，慢慢的挨吧，老弟。啊，我的妈呀！哎哎，弄好没弄？快快快快快快！哎，不把他吓死才怪呢！哎。霍仁秀，全电秀得了。笑这个东西有时候还真难忍啊！哎，大家一起笑，笑啊！简婶儿，教我们是蛮辛苦的，把这杯柳丁汁喝了吧。这样的，难道我精神压力真这么大？你们慢慢欣赏啊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，哎，杰森，我也回去了啊。哎呀，啊，你怎么了？啊？干什么？糟了，我的心脏有点不大对劲儿，晕晕的，真的有点晕晕的。这个毛病啊，我看跟你的年龄大有关系啊。灯是不是一闪一闪的？啊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哪里有啊？哎，这怎么？又怎么了？上面，上面，啊！喂，简三，你看看，没什么呀。啊？没事啊。我真有点不大对劲，我回去了。哦。庄小倩，啊，你也是，太好了。那我呢？你当然庄大树了。废话，我不干，我要庄小倩，不然大家没得玩。什么事啊？我要让他仔细看清楚，我才不碰呢。丁丁，快来！哎，宁采臣，救命啊！啊！宁
为什么要缠着小倩？不是我，你认错人了。你还想跑？我杀了你！快，我闯祸了！哎呀！心地不好啊，我真不应该这么做的啊！简三儿，你原谅我吧，我对不起你哦。你怎么对不起我了？你强奸了我吗？不是，我钻木拿刀砍你，幸亏你躲得快，不然我会内疚一辈子。喂，你真的假的？这样就内疚一辈子？那我要引火自焚了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我做梦，开车往你身上撞，差点撞死你啊！喂，你们怎么那么过分的？我只是做梦装小倩吓吓他呀，没想到一下你晕了。哎呀，你们是在做梦吗？梦又不是真的。做梦没罪的，对，是没罪，做梦有什么罪呢？哎，不过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所以啊，一做了天天晚上都会做。老老，给我倒杯咖啡。好。哎，怎么你叫老老呢？啊？啊，你刚才说我唠叨吗？我承认呢，我只会唠叨，我怎么会做梦呢？我去倒咖啡。嗯。杰森，你想不开啊？不是想不开，我是不让自己爱困。哎，这样很危险的，不如喝杯柳橙汁提提神吧。又让我喝这个，我不会上你当了。你喝吧。哎，杰三儿，你就相信我吧，没事的。啊，信你？你当我傻瓜？你小子肯定有名堂，快喝。自食其果。你才是自食其果。干什么呢？哎呀，老婆，小心呐，上面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老婆，你的糗事我全知道了。想不到我嫁了个狼心狗肺的人。是什么狼心狗？你废话少说，我去问你几个丫头。如果是事实，我跟你一刀两断。为这点小事，你跟我离婚？你想得美呀、啊！我是说，一刀把你砍成两断。喂喂，杰三儿，那你死得很惨呐、啊！完了，死定了！我看是全抖出来了，这回你是吃不了兜着走了。这几个小妞啊，可不是好惹的，快想办法自救吧。看来这次啊，你的腿没让闲了，你是一走了之了，我来帮你训练他们。事到如今呐、啊，哎，你看什么？我去帮你打包袱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老婆，不要，不要，把脸转过来。不要，把脸转过来。啊，老公啊，我还以为啊，只有我啊摆得平他们，谁知道你比我还棒啊，教得比我还好啊！为了教他们呢、啊，你连觉都不睡啊，真是太能得太好了，整天对着那些小妞一点非分之想都没有，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
我去放水，让尖婶洗澡。嘿嘿。喂，老婆，这只鸟。老公啊，我没有理由相信鸟，不信你呀。那任务完成了，走吧。这只可不同，它对我忠心耿耿。上一次啊，我把它留在加拿大了，它居然飞回来找我。你训练的成绩简直是一级棒，现在可以把任务告诉他们了。Yes, sir。这像什么话吗？搂着我老婆的腰是吗？要搂就搂高一点嘛。又打我。杰斯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？和毒有关系啊。查走道。去澳门。是不是华克山庄？是拉斯维加斯。不对，再远一点，蒙迪卡洛。你们全猜错了，我们这次是投奔怒海。输光了再来赌。赢回来，全都赢回来！啊，赢到发疯，赢到冰箱连肿，赢到抽筋！这怎么样啊？兄弟，以后别再让我见到你。啊，我帮你拿。欢迎。白马王子。欢迎你，先生。是啊。你说小白脸没良心的，别进城你就信了。动动脑子，这么高大英俊，当然吸引人了。喂，我先见先得，要抢就不是姐妹啊！喂 ，Please, welcome, sir. 哎，原来就是他。什么？一点礼貌也没有啊！哎呀，陈太太，上来玩啊！哦，原来是你在搞鬼呀、好好的排什么队呢？搞什么嘛？是，就是，外面又闷又晒的，站动两条腿都软了。对不起，老板吩咐过，这一团要查得仔细点。喂，连我也要查。我也是公事公办嘛。喂，你搞什么？请你们把金属品拿出来。喂，你越来越过分了。哎，你说老板是你姐夫？阿猫阿狗也要给点面子嘛。他呀，我给他面子还差不多。我真不明白，我姐夫搞什么鬼，把这个大饭桶也请来，莫名其妙。就是，喂，叫你们老板出来见我。对不起，几位不用检查了，请进。你学学船长吧，人家都会做人的。哎呀，快看死你黑子当看门狗。你试试。没什么。小姐 ，please。喂，你们胆子这么小，怎么查案的？喂，礼貌上也应该敲敲门嘛。OK。你们几个人听着啊，先到周围去看一看，熟悉一下环境，两个钟头之后回来集合。爷子，哎，我说你啊，有没有记着带药啊？带啦。大家注意，为了避免别人对我们的怀疑，从现在开始假装不认识我。听见没有？才带来点小事，力气就用光了。哎呀，你使劲推嘛。哎，你走开。麦登副总，以后不要叫我麦登，也不要称呼我麦登屋。既然嫁了个简 sir， 当然姓简，叫我简太太。简太太，哇，简 sir 家教真严呐，佩服佩服。要是没两下子怎么做你上司啊？过来坐。哦，坐。哦。啊，请喝茶。谢谢简太太。老公啊。到房里去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好。
哇，哎，老公啊，把舌头伸出来，口水闻一闻，从此替我把你跟。弄只破鸟干什么？他跟定你了，监视你的一举一动。啊，建三，嗯，可以走了吧？可以走了。老婆，嗯，我先和阿南入营了，你千万不要想念我。嗯，我有事会打电话给你的。嗯，老公啊，嗯，记住了，我好不放心啊。放心吧，我身经百战，没事的。嗯，其实我真舍不得离开你，不过有任务在身，没办法了。来了，玛瑞亚，拿罐汽水给我。我也要。是，先生。哇，一个佣人干什么训练成这样啊？不然的话，哪有资格进霸王花之家？太太，汽水，嘿，用点力行不行？碰见闯空门的那怎么办？对不起，太太。啊，我不要了，不要了。说了要你就得要。哎哎，不要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。为什么我不能在一个平凡的家庭生活呢？哎，严子，我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把猪朋狗友往家里带。老婆，这可不是猪朋狗友，他是跟了我十几年的阿南，马上跟我进训练营了。警方昨晚不见了一批枪，胡子特地请我帮他训练。上司的指示是不可以随便告诉别人的。怎么了？你又不是什么外人嘛。我现在是家庭主妇，跟普通人没什么分别。要训练什么？训练不能说。那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什么都没说啊。阿南，你在外面推啊？正在推呢，是不是还把锁没开啊？不是啊，我们上了一把气压锁，用力推。哇，怎么这么重啊？超级市场大减价，可乐才卖2.4元，好便宜啊。可乐也不可能这么重啊。顺便买2个哑铃给你健身啊。神经病，有楼梯不走。不用收了，玛丽亚去洗衣店拿衣服，马上就回来。哦。等我一会儿啊。啊。这个女人再霸道，还不是得在男人下边。不行，老婆，救命！坚强点，不要哭，不要吻别。俗话说，小别胜新婚嘛。老婆，我爱你。老公，我要带给你一点小小的怀念。哇哦！这样可以怀念多久？一生一世。啊、哦。走，快走吧，美的看了。还有3分钟就开车了啊！再等一会儿吧，他马上就到了。快来了！嗨，嗨！喂，那辆车子好漂亮，他男朋友也挺帅的啊。还有点事情，马上好啊。Peter 啊，好人做到底，在分手之前，你亲我一下，让我在姐妹面前有点面子嘛。你连分手都比人家麻烦，送你来很给你面子了。不亲嘴可以亲脸呐、啊，人家下不了台嘛。不行，没得商量。哎，干什么的？哎，亲手行了吧？我给你500块钱呢、啊。算了吧你，我不想再跟你有肌肤之亲。想当初要不是喝醉了，做了错事啊，操你大头鬼呀、啊！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我才没
敢再打我还手了？还呢？还手啊！我会缠你一辈子。啊！还呢？为了三箱枪而已，你念给我听听。M16-18支，航空驱齿10支，雷明顿6支，卡宾枪5支，来福枪3支，子弹3000发，原子弹。怎么会有原子弹呢，胡四儿？你看看清楚。原子笔、通讯器1个，木枪3个，哦，是很惨重啊。胡四儿，这批枪是我用名誉地位来担保的，我一定会找回来，再给我们飞虎队一次机会吧。不见了这批枪，你的名誉地位啊，全都没了。你现在拿什么来担保？我对你们飞虎队啊，简直太失望了。一遇为难时，我就想起了警察中的王牌 Madden Wu。 啊，什么？我的黄面婆呀，早让我压在下面了。那还有脸说啊？你糟蹋了他的一生，简直是辣手摧花。我给你面子，就是因为你扶贫欺贵。这张传奇表就是从卧底的尸体上发现的，我相信他昨天晚上上船交易。我现在命令你重组霸王花，上船调查真相，你当教官啊！霸王花，哎，老婆回来了，又忘了带绳子。是，我来帮你拿。嗯。